苏州媒体你好吗？嘿嘿，我们是酒保，看来大家都知道。然后我们想尽量的演很多首歌好吗？为此我们还专门提前十分钟上场啊。谢谢谢谢。现场有没有来自内蒙的朋友？有没有来自河北的朋友？有没有来自苏州的朋友？上海各种什么地方的人都有是吧？谢谢大家，咱们一块儿继续走起来好吗？
好，下一首我们大家一起来甩起来好吗？下一首歌的名字跟陈奕迅的一首歌一样，它的名字叫《十年》。
让我听到谜底的声音好吗？下一首歌咱们一起小火车跑起来好吗？下一首歌叫我的呼伦贝尔。
现在开始是酒保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环节，对吧？看过我们专场的人应该都知道，下面是该是骑马的时间，好吗？准备好了吗？虽然咱们家里没有马，是不是？但也可以假装有个马，是吧？咱们走起来好吗？南屯雄鹰奥瑞空，眼泪也不少了，大家开心吗？到现在，我操，小山丘上都有人了，那边也是，挺好。后边的朋友，嘿，山上的朋友，右边的朋友，河里的朋友，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从草原来的海纸。
拿着电吉他，好吧，咱们继续走起来好吗？还有两首歌，十分钟 ，OK， 不用等待。嘿嘿，提前演就是好，都能多演两首是吧？都会有马的爱情，都混的热爱呢，等到了有的三大情，谁进的大白呢？都会有那么红，那么你的那口，那么红，什么那啥那个做那的，塞那的伦敦话，三有那家一群都是大大味道，都是多的都是这个大，都是去白哈的，那是个去白哈的，都是那所有。一起来好吗？哆啦哆啦哆啦哆个大，大点声！哆啦哆啦哆啦哆个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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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哆啦哆啦哆啦哆个大。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，也就是说也有只有在一首歌的时间好吗？这最后一首歌也是从头甩到尾的一首歌好吗？还有感谢所有来看酒保的朋友们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然后新专辑你们也都听了是吧？在网易云上，因为
我们已经出了三张专辑和一张 EP， 所以说很难选择在音乐节这么短的时间里边演哪些歌，所以说我们直接就上了网易云音乐，然后直接照抄了那个试听榜单，好吗？我们乐队的试听榜单，所以说希望大家喜欢最后一首歌，它的名字叫《曼谷寺预言》呢。
大家别忙着走，要不要拍张照？好，好，然后手高高举起，好吗？然后尽量露出笑容。如果你有什么事情不开心，你也可以不笑，但是我觉得今天大概应该都可以，都挺开心的，是吧？走起来。Yeah! 谢谢谢谢谢谢。然后希望下次再见，好吗，朋友们？然后不一定是在这个巡演当中，或者是别的音乐节都可以，或者是下一届的迷笛，好吗？谢谢迷笛，然后谢谢战国舞台。然后一会儿大家要是有空的话，咱们可以到舞台的右侧进行拍照留念什么的，好吗？我们五分钟之后在这个舞台的右边这个道上见面，好吗？好。